炎亚纶送珠宝搞定老妈，撩妹也是一绝。唯一会让我买珠宝就是我妈，看到这些我帮她买的东西之后，她开心的表情也会蛮满足我的。送珠宝取悦妈妈，同时疗愈自己的炎亚纶，18日为日系珠宝 Festeria 担任心愿大使造势。我其实今天蛮讶异有珠宝愿意找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稍微特立独行的人。坐下来聊这个访谈的内容的时候，才发现他们的概念其实跟我蛮像的，就是真的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散发自己的光芒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样子。延伸开讲，当然也是来一群铁粉关心。为了对粉丝放送福利，现场他也即兴以珠宝为灵感，分享自创撩妹金句。戴上的那一刻说：“如果你此生，如果你嫁给我，此生你所有许的愿望，我都会帮你实现。”这是你想好的。刚刚临时想到的。我希望我们两个就像地球跟月亮一样，彼此吸引着彼此，然后彼此可以看到对方最美的样子。所以平常是很会说一些甜言蜜语，我算是会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